滑梯，我们玩滑梯。前肢啊，哎，哦，你怎么就站起来了？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爱喝奶茶的奶爸狗狗，来自上海。我现在在宜兰，然后一打二带着这两只小的。很少这样一打二，因为今天刚好是老婆娘家是宜兰人，然后我岳母的娘家是宜兰的，所以今天他们那边家里有一些事情，然后就我们全家到宜兰来，然后我老婆是去办事情了，然后就我们还要有租一家亲子民宿，然后就让这两只小的在房间里可以玩，有一个滑梯。但是哦，因为不是家里，所以有些地方设计可能妹妹来说有些危险，比如说这种床垫啊，然后楼梯脚啊，有高低的就不能随便把它放下来爬，所以刚刚壮壮大便就要帮他洗屁股，因为我们家小孩都是大便都是用洗的。妹妹就这样挂在我身上，然后我就一只手托着壮壮。壮壮，我们来演示一下，刚刚怎么洗屁屁的？啊，爸爸刚刚怎么玩洗屁屁的？这样子，过来，过来，转过来，嘿，嘿，哎，这样一只手托着他，然后一只手开水，然后就这样洗，然后他的屁股就差不多靠在妹妹头那里，然后还好那个水就没有冲到妹妹身上，手都要断掉了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因为也是蛮临时定的这个亲子民宿，还有楼上有保龄球啊、积木啊什么，然后楼下是两张床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隔间，就是那个楼梯下面的小隔间，很小。这边真的是楼层很低，就一不小心大人就会撞到头。楼上也是，楼层很低。不过还好就这样的空间，两个小孩可以让他们自由活动一下，一打二还算好。然后壮壮玩得很开心，他可以在这里楼上楼下跑，我坐滑梯。然后妹妹刚刚也看着他玩也很开心，然后现在被我背起来就想睡觉了，他一趴到我身上就很容易睡着。下来，又开发出了新的玩法，对不对？保龄球。好了，你等一下要把妹妹吵醒了。啊，你等一下肯定要把妹妹吵醒了，妹妹在这边睡觉啊。哦，然后你没有把气球滚下来啊？保龄球。怎么带小孩打发时间？来，说不定。来，过来，说不定。摇头。壮壮摇头啊。壮壮点头呢？点头。小心。吃到鼻子了。可以偷看，数到十。爸爸带妹妹出去，你留在这里玩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要跟我们一起出去吗？那等妹妹睡一下好不好？妹妹睡醒我们出去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这一次好好睡啊，睡到现在。我跟壮壮玩的那么吵，他都没有醒，看样子下午坐车过来很累。
啊，妹妹还没醒，我们等妹妹醒了出去玩啊。妹妹醒了，出去玩呗。妹妹醒了，妹妹醒了，妹妹醒了，出去玩对不对？妹妹醒了，起床。好，妹妹醒了，出去玩。哦，你小心。爸爸爱你。爸爸爱你。罗东观光夜市还有300公尺。又差一点。爸爸不行，爸爸没有妈妈厉害的。好，来。啊！我不行。越来越难了，气死人了。哦，来，就差一点点了，好，不要越丢越进去哦。啊，气死人了，来。啊，我抓紧，200块了哟。可恶，可恶，太可恶了！这个好像夹不到嘞，只能夹这个了。好、啊，这是什么、啊，壮壮？布丁啊、哦，终于夹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带两只来到了罗东夜市，很热闹，今天很热闹，人很多。走，往哪里走？我们往哪里走？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小心又看到夹娃娃店，好，进去看一下，里面现在人很多，我们就不打算进去了，否则我的心也太大了，他在前面走，很容易走丢。里面人好多。这只也在打哈欠了，我们就往回走，然后爸爸拿杯奶茶，我们结束今天一打二的行程，好不好？妈妈也差不多要回家了。其实好想坐下来找点东西吃，但是带了这两只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而且这一家当归羊肉汤好像很出名，在这个庙镇里。哎，因为我之前有来过一次罗东夜市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可丹鸭哦。还有三星葱饼，你这个小不良少年，一到夜市就玩国庆歌，然后也不让爸爸进去吃东西，玩那么熟练，你看，啊，还有几零八一起按，我们短暂的夜市行就终止于这个小朋友要玩篮球分走了，然后等一下，我老婆终于要来找我们，然后就结束了一天的一傍晚的一打二时光，也是很甜蜜，但是真的好累。你看这兄妹两个，啊，兄妹两个，一个还要去抓，你要帮哥哥放啊，你就抓过来吃对不对？这兄妹两个回去要好好洗手，啊，哥哥还不让妹妹玩。妹妹不会玩，对不对？好，能够打过去。这个好厉害，这个去按按钮，来，你来按，哥哥接球，妹妹来按。妹妹的手太热了，球没了，已经打过去了吧？
短暂的一打二时光终于结束了，好辛苦，妈妈来解救我了，我终于可以悠闲的吃喝着奶茶，然后走在回家的路上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下来，这还不下来？哎，为什么？爸，我觉得不行哎、欸。他好像作弊了。对，爸，我觉得不行哎、欸，这个。再把它按下来就行了。这个不行啦，这个不行。他按不下来啦。哦。他不新鲜对不对？不新鲜，我就正正的抓他。先下来，先下来，先下来，最后一个。好。